这个新台是基线啊，先我们先做大这个东海路的新路南管的啊，安尼若无四线道跑掉无，比你看到中海路南管的，真的跟他们一般最好。没有，安尼这个的新台是基线的，不然重要担心哦。刚刚讲的有没有标准？就是它是多少地嘛？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好，请问谢谢。六，起码我变成是六代的啦哈，六代的啦哈。我们来这里完整性的评估报告，确定可不可以做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这里我啊，双一言不合啦哈。你这是托副总解决全责的啊。啊，那相关的资料，刚才做的哪边做的，做的是最好。所以我们跟副总解决这位同事来讲，我跟大家补充性。评估报告的时候，比我刚才这里看法有点简单。OK， 反正你有意思，一点点都不错了啊。好了，请先这样啊。再来啊，我个人高中，啊，比如刚才那个分得可以了，但是我个人观光，那是不好啊。没有一个观光产业来带动我们当地海线的一个建设，按人外的人口进来我们这边消费，我们内需也是不够了，所以观光就重要了啊。观光为什么重要？有些海水也按台湾来这按的客品嘛，海船是外观光景点嘛，比如讲孔庙、基隆那个外木山滨海风景区，哦，那个这个新竹或宜兰，这些都是很好的风景区，因为有些风景都盖成了电影的发展。可是讲，咱海船较水，我个人主观的认为，咱大家海船较水，为什么咱肯定做得到，咱做得到？但讲平平到海边啊，为什么讲搁较艰苦？各位亲友，感谢哈，下面有这时间，我用这时间和你讲，和你畅叙第一遍啊，介绍阮海线的观光，也是要请安尼做你讲，你说，和阮海线观光有有啥物想法？你的创业多谢指导。